陈瑞峰你好，周扬青你好，今天是你们本季约会的最后一天，明天你们将进行本季的最终抉择。如果你们选择与对方成为情侣，请于明日两点前前往草坪帐篷营地。成为情侣？我天哪，你们，我从来没看过你们节目，你们最后节目是这样的吗？这是最后就是选择直接成不成为情侣了。就是惊呆了，惊呆了，因为我以为就是我们两个人要不要再继续了解下去，因为这个人我是愿意去继续了解的，因为他的整个人还是很好的，但是他还没有好的让我觉得我现在就要跟他成为情侣啊。所以如果你们把这个情侣画得这么死，如果万一他去了我没去，可能之后连朋友都做不了，所以相处的时间还是太短。对，不可能现在跟他成为情侣，但是我没有想要放弃跟他的这个感情。如果今天没有晚上的那些问题的话，我可能会退缩，真的。今天晚上在烧烤包括后面问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想明白了，然后我们都交流了，我就觉得让我更加清晰了我的抉择。他把他那个心结打开了。对。